现了真妞啊，就是小偷的出现了。来，这下子人赃俱获，你要如何狡辩？那你明明就是穿 XL 的，你拿这个什么 size 的穿得下吗？偷都会偷错你先来的啊！不敢发誓，我绝对没有偷东西啊！我还敢发誓，我在这里买的东西最便宜嘞！啊，难道你们比屈臣氏还便宜吗？那可以给你检查呀，你可以切切糊糊、里里外外、彻彻底底，好好的检查一下，没有问题的。哎呦，啊，这下真正是大利玩弄哦！哦，小弟，这么大的背包一定装了不少战利品吧？过来给我检查一下。哎呀，你的检查真的是够彻底的呀！需不需要验个尿还是抽血啊？我只能脱外套哦，你可别想叫我脱内裤给你检查。脱外套就够了，因为内裤就在这里。那该不会是我穿在身上的那一件吧？你们别想诬赖我哦，我都只偷那种辣面有穿过的哦。虽然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，不过我还在里面啊，这样应该不构成偷窃吧。